大家好，欢迎关注汤新建硬笔书法，我是喜欢一边写字一边聊天的老汤。等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今年高考的最后一科应该已经考完了，而我呢，已经被清华大学生物与基因工程学院的无壳麻辣小龙虾养殖技术专业提前录取了。于是呢，我就给刚刚参加完考试，还在等待成绩出炉的同学们写一句真诚而简单的祝福。